的投篮其实是不太相同的。在赛季有50%的三分球命中率，周桂宇转身插板得分。桂宇在这对上领航员攻下了赛季新低的6分，看起来调整的手感还蛮快的。桂宇也获得了外线开火的空档，这一次也把握住了。他一开始是没有起跳的哦，所以裁判认为是一个干净的动作。没错，哇，捡停照也跳，所以现在开始校正回归，场上也出现一些火气。李博卡刚刚的拐子的动作比较大一点，捡停照个人第二记的外线飙出来。